喂，大家好，欢迎翻到嚟 Football Manager 2017啊！咁如无意外咧，我就会开一个利物浦嘅 save， 开一个李斯特城嘅 save， 开一个水晶宫嘅 save 啦。咁希望大家多多支持啊！咁我会有一个新尝试，就系 stream 完之后咧，咁我的片咧就会喺直播嗰度咧剪翻出嚟，咁剪翻好似上年咁样一集一集啊。咁有阵时候我觉得上年都系录得太长，有啲去到半个钟啊、40分钟咁样唔系太好。我想尽量控制喺15分钟留下，咁啊希望成功啦。咁同埋希望大家喺直播嘅时候都俾啲意見啦，喂 ，hello hello， 咁而家睇下我利物浦嗰個陣先，係啦，咁見到大部分都係熟悉嘅球員啦，咁唯一咧就係留意呢個啦，我喺邊度買翻嚟嘅咧？總之咧就買咗呢個意大利籍嘅邊位，23歲。几后生嘅，咁中规中矩，我最中意佢咧就系、佢虽然有脚，但系左闸右闸都踢得，速度又唔慢啊，15，咁最适合嘅位置系打 full back defend， 咁我好需要佢啦，打到啦正啦，咁佢除咗 work rate 咧，真系比较唔勤力之外，其他数值平平均均，又体能13麻麻地啦，咁都。OK， 希望佢 develop 成为一个好嘅 player 啦。咁我几多钱买佢都唔记得，睇下先。咁佢而家嘅身价20.5M 啦。Transfer history Transfer history。系啦，咁用16M 咧，系啦，咁见到呢、這个我买咗两位球员啦，呢、這个 Jetro Williams， 咁喺荷兰籍嘅，就喺 PSV 然后分咗买佢翻嚟踢左闸。我觉得利物浦而家好多球员，但系偏偏咧高普就唔买呢个左闸同右闸。咁喺呢個 game 裏面咧，詹姆斯米拿踢閘係好廢嘅，所以千祈唔好搞。咁頭先個位啦，同埋呢位啦，頭先個位嘅進攻意識就比較強，又係跑得比較快，體能嘅，乜人啊，同埋鏟波比較渣嘅。好似兩個都唔係好識頂波，係啊，你睇下佢跳得六嘅。咁另外呢位乜人同埋 tackle 就好啲，即係一個堅實啲嘅後衞啊。咁我哋呢场咧，就仲系热身赛嚟嘅，但系就倒戈相向啦。我嗰位球员咧就对翻 A 米啦。咁同埋阵型方面，我踢紧4-3-3啦，俾大家睇下一个攻击型嘅4-3-3啦。咁都好典型嘅攻击阵型，唯一系特别啲咧就系我叫佢哋系有咁近 mark 到咁近 close down。即係多啲去逼人，咁同埋我會考慮一個咧，就係 work ball into box 用唔用好啦。work ball into box 就會叫啲球員嘗試去猜入去咯。咁同埋我又會諗咧，嗰個交波嘅長短咧，係用 max 定係 short 好。我咁同埋睇下新買的球員咧，即係呢一季新球員文尼啊，好焦點嘅球員啦。文尼踢 inside forward 唔系咁叻嘅，比较踢逆风比较好。咁咧扭波啦、拉阔啦，咁反而另外左边嘅古天奴就叫佢 support 嘅 inside forward 咯。咁同埋呢一集咧最特别咧，就系我一捞个 save 啦，之后排啲阵啦，见到个史道力士咧系。好適合踢false nine， 咁咪比較特別，即係會多咗球員，係好少黑球員咧，係
最適合係打 advanced forward 咯。以前好多球員都 advanced forward。好，咁AC 米蘭嘅陣容啊，有位球員受傷喎，喂，佢都係踢4-3-3。咁有倒戈雙向嘅 Suso 啦，22歲仔嘅，佢利物浦其實都有啲前途嘅，不過佢等唔切啦，同埋佢身體質素比較差，你睇佢力量得8咁樣，會俾啲英超嗰啲大舊佬撞死咯。咦，佢叫我簽入啲教練喎，有梗有幾多個簽幾多個啦，又可以簽球探喎。這個系統幾方便，之前咧搞呢啲嘢好煩。喂 ，under 23歲嘅 data analyst 數據分析員。好，咁我就可以用史努力自打正傳，又可以用費明路打正傳，通常都是呢兩個揀一個啦，或者第三個選擇 Origi 啊。咁啊，雲華當踢正傳。咁軒達神嗰位置亦都係比較尷尬，如果佢踢防中咧，就其實又唔係非常之出色。咁佢最出眾咧就係體能有19嘅，同埋好勤力嘅呢位球員。咁俾佢踢 box to box 就都好嘅，但如果俾佢踢 box to box 咧，邊個打 holding midfielder 咧？係好似冇咯。咁點算咧？咁所以就係揾翻佢踢 holding midfielder 咯，揾翻佢踢 deep lying playmaker 算啦。咁我會叫呢、這個攻上啲嘅。要我的左翼，好開波，好第一場又不是第一場的，叫是對強一點的對手而身材咯，超白痴啊！上次直播咧就係得 2D， 原來喺 option 嗰度佢係有個選項係叫你 tick 睇 3D 比賽咯，佢原本係冇 tick 到咯。加油加油 ，Go Go Go！ 咁同佢講咩咧？好正面咁同佢講。This is。Your chance to impress me and win yourself a place。呢個係你嘅機會咧，去到令到我俾你打正選啦，正式比賽之後。熄咗音樂佢先聽到。咁你會見到咧個球員咧有個新嘢，就係佢嘅體力咧同埋 match fitness 咧會係，哇呢個直線問你，哎呀撞柱！我想講個佢嘅體能同埋 match fitness 咧就會喺個圈隔離，個人隔離會有個圈嘅，可以講個 Q。好啦，嗱幾塊球，我又撞柱。Hit would work 啊！暫時係14分鐘咧，我已經射咗6球啦。問你落到底線出波，我叫咗啲球員咧出啲急勁嘅波啊 ！You can move, use more youth player。哎呀，我已經買咗個右閘嘅後生仔。哎呀，又射出界，好難啊！喺英超太激烈啦。其實應該而家利物浦隊波都幾後生，如果可以都會想用多啲後生仔。小力子出波，咁你見到我助理嗰個助教咧，會喺呢度有堆嘢講嘅。
咁佢呢度咧最特別咧就係講有關戰術嘅，就會講有啲球員咧就適合一啲比較直接 direct 啲嘅打法啦，或者有啲又會想踢慢啲，又想踢快啲。譬如佢話文尼咧就唔慣咁緊迫去掹人，小力士咧又唔慣踢咁迂迴。同埋佢嘅觀察啦，佢話我哋 struggling to get shots away， 點會啊？我哋射咗七球，一個直線，依個中另一個中堅阿魯夫蘭嘅拍檔今日係高美斯啊，咁係有啲危機啊，天達神。睇到一個攻門，我哋就去 extend 嘅 highlight。哇！想俾古天奴入先，古天奴鏟落底線一個出波。哇！有機會問你，佢解圍鏟到自己有啊，地鏟到小力士啊！啊，見到呢個22歲仔年青意大利右閘咧，就表現唔錯啊，暫時。哎，一哥表現不錯，是不是漏了呢？都沒事的這球，但是他不懂說英文呢，令我有些狂傷，比較擔心他一會兒空隙在這裡撒東西。我多蒙特那個迪比利人當然正了，多蒙特那個迪比利阿 Drake 他說你多仔喎，好咁啊！白衫嘅角球 ，AC 米蘭一個角球射埋嚟，解圍落咗蘇素噶，蘇素又射到急波，米盧列冇問題啊！而家暫時用住米盧列先啦，另外一個龍門係仲係傷緊嘅，好難讀啊！呢個新人嘅名 ，Decisio， 米盧列大腳開到前場，咁啊解圍落到雲啊，都係佢拉攔啦，一個直線小力士。哦，哇！俾個好長嘅名，杜拉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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教會呢個波 ，yes， 角球頂入嘅魯夫蘭，佢動作 ，goal， 睇翻個角球，喺近處嘅時候升過兩個球，兩個對方嘅守衞，冇問題啊，應該，咁佢射門九球。不過控球我哋唔算多啊，控球係48。喂喂喂，尼恩！哇，真係俾 AC 米蘭嘅尼恩咁樣執到雞，收到雞。上腳太多拖慢節奏啊 ，Drake！ 做乜嗌佢中文名？登貝塞，登貝羅。咁睇下你想踢咩踢法咯，譬如。我而家咧，史道力士咧成日都唔慣踢得咁慢，史道力士反而中意踢得快啲嘅，中意走啲直線啊。而家叫佢踢 false line， 你睇下佢嘅表現咧，都係中規中矩，唔係場場好。咁而呢場古天奴都係麻麻地個 6.5， 咁我哋可以同佢講啲咩咧？我呢個利物浦係 safe 想。多啲讚佢哋 ，assertively 嘅，所以好繼續加油啦！季尾嘅時候咧，你就會睇到成果噶。唔換人住啦，踢得幾好。蘇蘇，而落對古天奴腳下拉攔啦，拉攔啦放個長波啊！啊！想揾史努力士，但系揾唔到。我哋嘅界球右側 ，Decisio，Lofren， 拉蘭啊！有古天奴，史努力士，哎，系古天奴同埋史努力士一個好有默契嘅配合啊！咁叫中堅都推到上嚟，好大膽啊！
突破咗越位呢、這個咁嘅三角形波。啊，同埋值得一提咧，就係 Lovren 咧最適當嘅位置咧，就係 ball playing midfielder， 即係佢係可以上腳多啲嘅，同埋多啲參與進攻。咁我叫咗佢上去啦，即係打呢個 ball playing midfielder 控球後衞呢個位，控球位同埋打籃球變咗。咁所以見到頭先我嗰一場嗰一球咧，佢推咗上去咧，果然就有斬獲啊！唔錯，我哋領先到2-0啦，領先到兩球啦。又係右閘開始攻勢喎，雲亞當。問你，俾到右閘 ，Decisio 出個靚波啦，助攻咩史到歷史啊！呢個真係好嘅收球啦，係嘛？咁可能對方就心急啦，變咗個球賽節奏快咗，變咗史到歷史就越嚟越多機會，即係對方落下一球之後。好，咁而家50多分鐘咧，咁正常嚟講就唔換人住嘅，不過呢場熱身賽咧就就換下咯，俾大家唔同嘅人踢下咁咯。啊，唔係，我應該要俾麥貼踢多啲，因為佢啱啱相遇咧，冇嗰個 match fitness 啊，冇嗰個比賽狀態。咁沙高又未好翻啦，可以換古天奴嘅，其實就換古天奴。呢一集咧就費明路就唔係好適合打左右翼嘅，唔係超適合，不過勉強可以踢下啦。叫佢踢翻 inside forward 啦。Hello， 丁丁，你有冇見過呢只 game 啊？丁丁，呢個獨男恩物，所有足球嘅獨男都會趨之若鶩，改變足球迷嘅生命。喂，有條友咧，你知唔知？有條友玩 FM 咧，玩得好勁。跟住真係俾人請咗去做教練，請咗去做領隊啊！咁而家我射門去到15球啦，又係右邊喎，呢個新買翻嚟呢個身仔真係唔錯。費明路推到入去，哎呀，博咗個角球啫。Totally agree with you， 多謝你 ，Will to talk。哇，咁快嘅跑得單騎走天涯。喂，軒達神衝埋，哇，俾佢成功轉多波出嚟，但係好似拖慢咗節奏喎。文尼，哎呀，文尼慢開，蘇沙又蘇蘇又蘇沙，喂，空咗啊！哦，好彩廢啊呢個巴卡嘅射球。如果玩 H game 玩得厲害會點？如果 H game 玩得厲害咧，咁係翻唔翻現實世界咯？可能如果玩 H game 玩得厲害，可能越壞，可能真係行房嘅時候會起唔到機咯。好，又換人先，會唔會換邊個？換前鋒啊，咪換 Origi 係打 complete forward 嘅。上一集佢一定要打啲快嘅位嘅，咁今集就比較好啲咯 ，first style 啲咯。換阿詹士米蘭出嚟玩陣啦，換邊個啊？換拉蘭娜啦 ，CM 呢個位嚟講咧，就拉蘭娜就最攰啊。咁雲拿當幾好喎，佢 CM 呢個位置咧，除咗可以踢 Advanced Playmaker， 又可以踢 Box to Box， 又可以踢 Deep Lane， 差唔多咩位咯，幾全面嘅一個球員啊！助攻助手咁樣，咁到70分鐘嘅時間啦，領先3球，我哋輕輕鬆鬆主場。哎呀，我的身仔！被人踢傷了喔。
右闸啊，大镬啦，冇乜冇右闸添。虽然佢轻伤，但系我哋爱惜啲右翅，所以都换走佢啦。都系边个去踢右闸啊？麦贴得唔得啊？橙色咯、啊，哇红色添呢、這个。叫阿 Morano 踢陣咯，求其。Lori 又唔得，系咯，叫阿 Morano 踢陣。90分鐘啊，應該延長啊，意外。3-0，战胜咗呢个青黄不接嘅 AC 米兰啊，可以话 Man of the Match 就系老夫兰，可以赞下佢哋，可以 passion 嚟咁赞下佢，very pleasing indeed。咁佢哋都好开心啊，士气提升咗。咁佢話我 quality of possession provides victory，即係我嘅控球呢就好有意義啊，好有質素。